从2018年我开始一个系列的尝试的时候，我尝试着摆脱那个手使用画笔去蘸取颜料的这么一个创作过程，比较想尝试各种工具的那种，它的尖端的那个顶端的东西。这个是指什么意思？比如说我，在药水的使用上，我是使用了很多的那个树枝啊、针筒啊、工作室的那个扫帚啊，或者工作室的那个金属的尖的工具啊，用它们蘸取这个消毒水，在布面上进行腐蚀，然后去尝试着得到一种非常，迷幻的，然后又不太容易控制的这种图形图案。这个系列其实它是采用了原始的一些迷宫的图案，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收集，或者来自于电脑屏幕上面对于网页上面的这些信息的收集。完成了之后，我就在一直在想是否可以使用一种不稳定的但同时又能被留存下来的一种药剂去把这些图案呈现出来。至于后来我为什么会采取另一种框架结构，比如说是用一种集邮方式的那个锯齿非常像邮票，其实也是跟60年代的那个致幻剂 LSD 的那种形式是结合在一起的。其实我们可以摆脱某些药物的依赖，从某一种角度上来说，其实我们如果真正的去看到一种极致的那种手段的去表达绘画或者是表达一种视觉语言的情况下，我们真的是可以让自己沉浸在其中，或者是获得一种很强烈的一种精神上面的东西。汇率的那个作品其实是我的另一个系列货币系列的一个平行的一个作品吧。货币那个系列做完的同时，我一直对货币上的数字还有货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那种为什么这个货币和那个货币的那个交换的价值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特别对这个数字很敏感。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像现在这个时期，如果在这个全世界都处在一种焦虑的对这种病毒的这种焦虑的情况下，无法控制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问题，就是汇率的波动也都非常大，所以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人的活动，或者是甚至我觉得有些都是很偶然的事件，它会很强烈的提醒大家，某些国家的货币或者某些国家的货币，它之间的不对的，我觉得这个是有意思的东西。